长，镜头往后拉，故事正要开始。韩团 BTS 队长 RM 新专辑《先行曲》MV 释出。每间房间都有一个故事 ，RM 甚至回到婴儿时期，意境值得歌迷反复品味。虽然他正在当兵，但歌曲一发布就攻占 YT 音乐排行榜第9名，不到2天飙破700万观看次数。소속사인 DQ Music은 오늘 오전 9시 기준 이 곡이 독일과 프랑스, 일본, 브라질 등 82개국에서 정상에 올랐다고 밝혔습니다.专辑发行在24号预热阶段就引发讨论，因为不止 MV 导演是由荣获艾美奖的影集《怒 向人生》韩裔导演李承珍执导、制作和编剧，其中词曲创作更是让台湾粉丝惊喜。이랑 장기하랑 선셋 롤러코스터 분들이 저희 노래를 리믹스를 해주셨습니다. 从3年前就有合作过 ，RM 找来台湾乐团落日飞车主唱果果和韩国乐团 Hyukoh 主唱吴赫等等，共同打造这首单曲，让台湾直呼根本梦幻联动。敲碗希望有一天 RM 也能来到台湾，跟落日飞车一起演出。 而 BTS 全员当兵却都没闲着，不止成员 Jimin 在影音平台荣获2024年最帅美偶像，还有田柾国去年7月发行的专辑主打歌《Seven》在 Circle Chart Music 超过5亿播放量，被誉为绝对音乐王。入伍却还是评上新闻版面，军白旗仍然动态不断。TVBS 女整女文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